大家好，然后呢，可以听得到吗？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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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, hello, hello, hello. 我今天是生日28岁。不用耍流，谢谢。谢谢，生日快乐。对，你们的祝福我都有看到了，谢谢。我的声音 OK 吗？那你开始吧。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利路修的直播。我们会在今天的直播里种下一棵利路修的许愿树，需要大家在微博上带上话题“利路修微博直播”和“利路修的许愿树”两个话题需要同时带哦，然后进行许愿。许愿树会在今天这场直播结束的时候开花结果，然后利老师将从我们的愿望里随机挑选，然后帮大家实现愿望。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许愿的朋友们。虽然说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，但是大家注意那个愿望的可实际性。如果天花乱坠、天马行空，我们就不会实现哦。对，就是，虽然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但是最后我会实现一个讽刺的愿望，但是不能太过分，不能让我再次唱跳，谢谢。然后就是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。就是今天是我第一次，在微博直播，我很紧张，从来没有直播。这么可爱，谢谢。不要紧张。大家可以把想和利路说的话都打在评论里，他可以看到哟。对，需要带话题，然后直播结束，我需要一个粉丝，实现他的愿望。我在想。还有，如果有问题，先问一下。今天不是正式的直播，今天是比较放松。自由自在就是跟你们聊天，因为好像几天没有机会跟你们聊天。再和大家强调一下，我们今天的许愿树规则需要在大家在微博上带上话题"利路修微博直播"和"利路修的许愿树"两个话题同时带，就可以在微博进行许愿。我们在结束的时候会抽取愿望帮大家实现哦。我首先如果有些问题，我可以先聊一下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有什么。蛋糕应该等会有的吧？什么？啥？喜欢什么水果？我喜欢是苹果。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我喜欢苹果。这么快？你会做饭？我其实不太会做饭，但是我会，做那种简单的。就如果特别特别饿，也不能叫外卖，我就自己做。今天都干什么？我白天，我下午才睡醒，然后就，来这里准备直播。是柠檬，这个是红茶。小时候照片，其实我照片都在老家。喜欢喝咖啡，对，喜欢喝咖啡。等一下，这么快？我们李老师正在认真看大家的评论，大家可以稍等他一下哟。我看不到，太快了，等一下。刚才李老师有提到做菜，那么之前有很多朋友问李老师会不会做饭，
然后今天刚好直播，然后厉老师其实有为大家准备一道菜，我们可以让厉老师来做一下展示，然后教大家一起来做菜。春节如果不能出门，也可以自己在家做自己吃。这道菜呢非常简单，也很健康，非常符合厉老师的习惯。那么我们就上菜。可以。等一下，那我现在做一道菜吧，就是没那么复杂，就是很简单。其实我感觉我中文都忘了，今天因为很紧张。好，我可以放音乐吗？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个饭，先洗手，安全地，然后就是这个沙拉，也不算是俄罗斯菜，也不算是中国菜，就是冰箱有什么菜就做什么，就平时我买的东西很随便，就买些粉条，买些沙拉，还有鸡肉。因为我喜欢健身房，所以我喜欢比较健康的菜，但是没有什么特别。有鸡肉吗？其实如果因为我是单身，我是一个人做饭，然后只给自己吃饭，所以味道不知道其他人喜欢不喜欢，从来没有给别人吃饭。好，先放些 tomatoes 番条，是这个是番条吗？啊，对，番条。然后切一点儿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生菜。生菜。我们今天的是健康菜，反正已经28岁，要重视自己的健康。放点绿色的蔬菜，然后这个是鸡肉，健身房的人都喜欢吃鸡肉，因为它又健康，又卡路里很少，又是好吃。然后我不太喜欢牛肉，因为吃牛肉太硬，然后要半天有牙线要拿出去，不太方便。放一点牛肉，然后这个姜其实不太健康，但是为了有点味道就放一点点。再加点沙拉，还有就是差不多了。这个菜也没有名字吧，就是可以起一个名字吧，Lelush沙拉，就是冰箱有什么就做什么，就是很健康。这里卡路里非常少，然后也很健康。我们等会儿吃完吧。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内容，所以李老师可以在结束的时候慢慢的吃。其实很好吃。真吓人。看来李老师已经忍不住多吃几口了。
嗯，很漂亮。可以放音乐吗？应该可以。我这店还没有吃饭，所以忍不住吃一口。其实我是90后，所以我们的今天的话题也是90后，这个导致都应该从我们的年代。我想看一下我的粉丝有多少人是90后。如果你是90后，可以再评论一下一。如果你是00后，可以评论一下零。哇，这么多。还有80后，真的吗？其实我没想到有80后。好的。70后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吗？你老师自信一点，很多人喜欢你的。好，谢谢。我以为我是最老的。所以00后的都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还有这个，知道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怎么玩？对，如果有人看过那个节目，他们应该看到我会这个玩，会玩得很厉害。对，那我们下一个吧。好，之前我刚才讲到了一些90后的怀旧物品，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准备这些毽子呀，还有小跳蛙。我们还给李老师准备一些美食，因为李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探索美食的人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上一下我们给李老师准备的90后美食，但是呢，这是一个小考验，需要李老师决定盲选他要还是不要。所以呢，你是看你是闭着眼选呢，还是怎么选？我闭眼选吧。好，那我们就上镜头展示一下我们。就是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90后的零食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然后如果我知道这里有很多90后的人，你们可以回忆一下你们的小时候的，就是吃的零食。00后的可以了解一下，跟我一起。那我们准备要上没有那个盒子吗？那李老师闭眼，我随便拿一个，你盲选，要还是不要？好，那你放在镜头前面吗？我现在放第一个，大家看看。这不要。不要。确定吗？嗯，不要。好，你不要。好，我们就准备上第二个了。可以。然后我这个大家应该小时候应该都吃过吧，非常出名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每年期待这个大礼包，然后每年都想吃零食。要吗？可以。好。那我们准备上第三个。这个应该大家应该都吃过。一个非常好吃的，也可以。其实我都想尝试，但是要选这个吧。发现我说好吃，李老师就选了。再来一个吧。啊，第四个，你选选看要不要。这不要吧。不要吗？不要。好，果然没说好吃。那我们选第五个。可以。
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你看要吗？对，可以。好，先这么多吗？好，我们现在选了五款美食吧。那我们就接下来准备一一品尝一下吧。但是五款你只选了三款啊，我们就先上这三款。这是第一款，这就是像薯片吧？嗯，它和薯片比较类似。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。我不知道跟现在的薯片有什么区别，好像是一模一样。这款零食其实历史蛮悠久的，就从大概90后小时候就吃到现在还会有。对。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大家知道答案可以打在评论里告诉李老师。我希望这个零食没有过期吧。来下一个吧。好，我们上下一款零食。这个像泡面，迷你泡面。我这么硬，它是比较干，然后这种脆的面，就是感觉如果我吃泡面了，不加水就一样。喝点水吧，太干了。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真的是泡面吗？嗯，它是泡面的一种，然后只是把它做成了这种小吃型的。嗯，那快点，李老师科普一下我们这个美食。还有吗？还有，刚刚选了三款。好，这是我们刚刚选的最后一款。这个比较好吃。好，一会儿我们再加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种莓果。越来越硬的东西，这可以吃吗？你不要吃核，你吃外面的，它是干果。我其实不知道这怎么吃。它应该只吃外面那层皮，你不要吃它的核。它是水果，然后水果干。这个有点难度。这皮非常少。嗯，你可能要慢慢吃。好吗？好。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吃辣椒，辣条，对辣条，但是呢，就是辣条，就是我们刚展示第一个，你没有选，没事，我可以试一下。啊，你说了算。好，可以。可以接受吗？其实没有那么辣。你其实也会吃火锅，其实就还好。嗯，还行。就是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，都很正常。有人跟我一起吃辣条，还有吗？还有，我们准备了几十款美食呢，那你还要继续再选？可以，我都会想尝试。好，那我就都上吧。既然你都说了，我想了解一下你们90后的人都吃什么。那我都上过来，你去看看。这个应该很咸的吧？它和这款比较相似。最好吃。嗯，这是鱼吗？是鱼干。这特别像俄罗斯的菜，我觉得是很喜欢鱼干。这是什么？这也是一种辣条，但它是辣条面皮制的。这么大一块。我平时不太喜欢吃辣的，但是今天可以尝试一下。今天的直播终于可以吃饭，吃蛋糕，蛋糕等会儿有吧，
会拉肚子，为什么会拉肚子？这都是正常的菜吧。这个人辣，多喝水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无花果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小时候应该会吃过。它也是一种水果，然后制成的果干。我以为是海鲜。海鲜刚才就是那个鱼。你喜欢吃那个？我最喜欢的是，第一道菜那个薯片一样。好的，我们一会儿安排。萝卜，我们没有萝卜。这是萝卜吗？它其实是无花果，不过有些会用萝卜做这个东西。哦哦。它的口感可能相似。其实我最近很少吃零食，因为我的职业不能自由食物，要控制。还有什么？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些，然后剩下刚才没有选的，你有没有想我给你展示一下？你看你要不要尝试尝试？可以。有，我们这个是一个糖，你看要不要试试？它叫跳跳糖，然后它会在嘴巴里有一种感觉，它一直在跳的感觉。这个我小时候也有过。啊。其实我本来想带一些俄罗斯的90后的菜，但是买不到。这个我也吃过，我们也很瘦，我很胖。还行吧。对，下次可以给你们介绍俄罗斯的菜，如果可以卖得到，但是我估计买不到，尤其是96后的菜很难卖得到。我们剩下还有很多零食，也可以给你展示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可以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我们有一个小任务哟，就是我们准备了很多发箍，然后呢，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戴上，然后在镜头前摆一个你喜欢的 pose， 然后我们来干杯纪念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来吧，那准备上道具喽。什么菜？是我们的发箍。感觉今天吃了太多。由于东西比较多啊，你就摆满一桌子了。这是果冻。看看李老师选哪个。这个要干嘛？啊。我们的小任务来了。啊，好。等一下。生日快乐，干杯。对，好吧。那允许你先吃一碗。好，来了。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道具，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来试戴。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戴一些发带，然后一些帽子。只是我现在有一点选择困难症，所以我觉得我都试一下吧。是吗？成年人是不要选择都要的吗？我不信，那就有请李老师都带一遍吧。大家说我们让李老师都试一遍好不好？其实好多很奇怪的，我只要一个，先找到最好看的吧。这是不要钱就可以看的吗？其实都不是我的风格。
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？哦，这个光有的新年话题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是个小老虎，是今年虎年主题。这个我觉得不错，先留一下吧。好。还有。没事，不着急，我们可以慢慢试戴一下。这个是个螃蟹。我不是还有帽子吗？我记得都不是我的风格吧，先。但刚刚你说你要戴的哟，我们都来试试，你挑选几个你是喜欢的试试。看一下这红帽子。啊，红好帽子来了。大姐有没有喜欢的道具吗？这个不太像老虎吧？这个是狐狸，还是兔子？嗯、感觉有点像狐狸。哦，这个小猫，还有熊，应该差不多吧？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老虎。那我们就带上老虎摆一个 pose， 然后大家可以截屏。就是新年快乐，年年有余，洞洞有虾。好，大家截屏好了吧？我们就先取下，你还要再继续戴上吗？还是换下一个？对，再试一下这帽子吧。嗯，这个帽子非常可爱。这怎么样？绿叶真大。还是这个老虎吧。就这样吧。结婚了，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这个好像差不多吧。我只喜欢这个。我们刚才带了这么多道具，差不多吧。好的，今年是厉老师28岁生日，我们也起见到厉老师刚才在这么多发箍里面大变造型。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呢，李老师带这么多发箍很辛苦，我们接下来就换点轻松的，我们休息休息，聊一聊天，那大家就可以和李老师聊一聊。这个帽子有点可爱，这是王，是老虎王吗？你在听什么？我平时刷很多，视频平台。丽丽唱首歌吗？你想我唱什么首歌？最近流行的不是那个《结婚了，结婚了》，新郎不是我。闭麦，闭。闭麦，我去年已经唱了，然后那个歌不是我有权利的，所以不能唱。Jackpot 已经唱了太多，听腻了吧？这 Jackpot 不行。随便唱，其实我什么歌都不认识。
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礼物？我看不到自己。大家不用刷礼物吧，谢谢。这个波头真的不好意思，唱太唱腻了。我们之前抓没有。他，我像一个傻瓜，对不对？对，给我你。我们之前也有通过我们的 fan club 在网上征集一些问题，大家可以把想提问李老师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征集平台，然后征集给我们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一些问题，接下来我们就请李老师在这些收集的问题里面选一些来为大家回答，然后和大家聊一聊这些问题。嗯，这里是我们收集的粉丝提问，可以。可以看一哇，看。这么多。对，有非常多粉丝都给你留言，想要跟你沟通聊一聊。俄罗斯人在过生日的什么必须吃的食物吗？俄罗斯人也是人，所以跟全球人是一样，喜欢吃蛋糕，喜欢吃什么好吃的披萨，就是随便吃吧，就都可以。最喜欢什么书？具体的书我不能说，但是喜欢各种类型比较喜欢关于人类心理学，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带来一些价值的东西，就是不是那种就是你看了。那个树叶没有什么价值。李老师还想尝试什么类型的带片？大片，我觉得我很想尝试那种坏男孩那种黑社会，懂我的意思霸道总裁。吗？鞋子怎么刷这么干净？鞋子，就是鞋子要每个月送到那个洗一下就会保持干净。下一个，之前的过生日是怎么过的？其实我平时不过生日，然后这一年因为Lelush这个人设，他有很多粉丝，很多。支持人，所以我觉得最好跟你们一起过一下。但是我平时我不怎么过，尤其是这个年龄，就是大家说生日快乐，但是我已经28，我有什么快乐？真的让我推上的毛毛，推上的，从来没有让过推上的毛毛，怎么可能？我平时就是。夏天如果我们拍一些节目，我觉得不好看，我就怎么说，刮一下刮一下。但是在俄罗斯这个算是不太好。最近有什么喜欢的运动？哇，我最近开始学习网球，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保持运动状态，但是跑步有点无聊。所以，我想找一下有意思的运动，比如说，如果我是跑步1个小时，时间过得太慢，然后我觉得很无聊。那如果我是玩那个网球，1个小时过得太快，然后很有意思，也可以跟对方一起玩，特别好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。有没有什么？问题想问你的粉丝，就是刚才我最想知道你们今年多大，还有想知道就是你们在什么时候就是发现了我，有句话养猫吗？说实话，我特别喜欢猫，但是。我还特别喜欢自由，但是如果养猫，我需要一个地方，比如说，我需要房子，然后就是住在一个地方，一直住在一个地方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养猫不太方便，因为我喜欢
每次换地方，就是今天住在上海，每天住在北京，所以如果我养猫的话，我需要就是养猫跟养孩子差不多吧，就是你需要一个地方，就是很不太方便。我之前就是在父母的家有猫，所以我回来的父母的家就是可以跟猫玩，但是现在疫情也没办法回来。对，喜欢猫。还有准备考几级 HSK。汉语水平考试我想考六级。之前六级是最高的，但是现在好像是八级还是九级，现在是变了。但是我还是想考六级。因为我参加一些节目，我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。我也不能一直就是不说话，也不能当花瓶，就是需要有话说，所以最近还是有时间，所以我还是努力学中文。新年燃心头发言四句话，有可能想尝试新的颜色，可能是粉丝或者黄丝，还不知道。但是你们觉得好看吗？粉丝红色。还有什么？有没有爬过长城？当然有，我很多次去过长城。因为第一次来北京就是跟父母一起，然后那是必须去长城。你是不是怕冷又怕热？其实我怎么说，很多人觉得俄罗斯人那肯定不怕冷，其实我们的家里的暖气非常非常厉害，就是你在家里不用穿衣服，特别特别热，但是你去外面你有很多衣服，所以你没有感觉到特别特别冷。但是比如说我最近住在南方，那边没有暖气，所以我早上不想离开我的床，因为太冷，还没有习惯。面对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？你需要有一些喜欢的爱好，比如说我喜欢散步，喜欢去逛街。是怎么控制体重？不吃饭。其实在这个行业就是特别重要是上进，所以没有食那个食物的快乐。就是比如说我最近喜欢吃各种菜，现在还是控制自己。这也差不多吧。接下来就给你上小惊喜喽。祝你给你准备一束花，生日快乐！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开灯了。老师可以先许个愿望再吹蜡烛。有愿望没有愿望。太快了。哦，这是水瓶座的。对，水瓶座。谢谢。28。这个拿掉了，希望永远是20岁。我切吗？还是怎么？你来切吧，你来给大家分蛋糕。
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吃饭，但是因为直播也没办法给你们分享蛋糕，所以我让工作人员代替你们吃饭吧。来吧，来，我们也先让工作人员一起分分蛋糕。工作人员代替分次吃蛋糕。来吧，我也吃一个吧。对，你还是要一点。我吃下一点块吧，因为还是要控制自己的体重吧。生日快乐，要必须吃蛋糕吧。不错。大家现在可以在评论里一起祝李老师生日快乐哟。开心，谢谢。我们等会儿把这个蛋糕都吃掉，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李老师对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特别。我们先说，很多人通过去年认识到李老师，在这一年里，大家发现了一个叫利路修的人进入了大家的生活。用他冷静、睿智、努力、善良，收获了许多爱他和支持他的人。相信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，李老师都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爱。在新的一年里，祝李老师可以继续自在快乐的生活。祝李鲁修28岁生日快乐！对，我去年就是体验了好多好多项目，就是体验了好多人生经验。我希望这一年。继续就是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可以体验一下，也感谢大家让我有这个经验，就是很高兴认识所有的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，希望这一年继续冲。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自拍，我自拍，我等会儿发吧。我发还没有发的图，期待一下。等一下啊，无了。我记得在那个传记的节目，我记得。我那个穿那个大架，然后有粉丝喊尖叫乌拉乌拉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听说今天玉老师还和大家准备了礼物，对吗？对，就是今天可以抽奖吧？对，我们可以抽奖，然后我们准备一些签名照给大家，然后可以签名送给大家。对，今天的必须给写。我一直亲手贴所有的签名照，所以放心。那我们这么送？我们来老规矩，截屏抽奖，你先签，然后我们来截屏抽。好的，等一下。我们先来准备一下截屏口号，大家把截屏口号打在我们的评论里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来截屏抽奖。我们第一轮先抽一张，然后呢，我们截屏口号是利路修生日快乐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把利路修生日快乐刷起来。
好的，等会儿。等李老师签好，我们可以准备来截图截屏了。好，都签好了。那你帮我截图吧。那你来倒数吧。好，大家准备了。准备。三、二、一，截图吧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位中奖的小伙伴，在 ID 上第一个显示利路秀生日快乐的是 R 杠夜优吗？我们这位中奖小伙伴记得在48小时内私信利路秀营业工作室来领取你的奖品哦。对，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室，联系工作室领取奖品，记得在48小时之内私信利路秀营业工作室领取奖品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一轮抽奖。我们刚才送了几个？送了一张。我们接下来，你可以截图送三个吧，这么多。我们接下来送两个。啊，好，那再来一次吧。那叶老师来想一下，我们的截屏口号是什么？然后大家口号是28不老，来吧。来吧，大家把28不老打在评论里。对。好，其实本来也不老的。来吧。让大家先打一会儿吧。现在大家还在上一轮的口号，我们新一轮的口号是利路是哦不，28不老，大家记住28不老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3、2、1，截图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截到了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新一轮中奖的小伙伴，我们来放大看一下，28不老，第一个是卡卡321。恭喜你获得一张李老师的签名。然后第二个是这串英文啊 ，A B I， 恭喜 ，I L Y U Y U， 恭喜这两位卡卡321和这个 A B I G 开头的这个英文数字，这两位小伙伴们获得李老师的签名照，记得也是在48小时之内私信利路秀营业，对，可以联系工作室。直接送，是的，没错。还有这个，我们剩下抽三个，还有三个，对，我们再抽三个吧。好的，我们可以不着急，慢慢来。你可以想一想，我们这一轮的口号是什么，或者我们后面再抽也可以。可以等一会儿再抽吧。那我们等一会儿抽，我们先把惊喜留在后面。对。刚刚也说到，厉老师这一年对他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。那么是因为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也认识这么多人，就是特别特别。对，这一年呢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也经历了很多。我相信大家关注厉老师的粉丝呢，一定看了厉老师的各个照片和各个视频。那么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，已经应该非常熟悉厉老师的照片和视频了。但是呢，有一些照片的背后呢，只有厉老师自己才知道的故事。那这个回忆杀，我们今天就请厉老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。我们今天有准备几张照片，可以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几张照片背后的故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们就有一些照片大家没有看到。第一张照片。第一张可以先看一下。第一张是我，可以猜一下我在干嘛？可以看到吗？我。神奇的一个东西在头上。其实我这个是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那个第一个节目染了头发很多次，我的头发特别特别就是变了特别细，所以我要做护理。然后第二个原因，我这里很胖，因为我一出来那个节目，我4个月都没有吃个好吃的，然后我一出来开始疯狂的吃很多，甜品，很多奶茶，就是这种，然后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有点圆圆的脸，对，就是没有那么圆，还行，就是在镜头里面，显得很胖，没事，还是很帅的，对，就是我当时做护理。那我下一个吧。看看第二张照片。
第二张照片就是有一些粉丝都去了我的音乐节，我当时打碟，然后这张我是为了那个活动在准备，在酒店去打碟，在练习，然后很期待就是跟所有的粉丝见面。可以看到我的后面是那个大碟台。这里有小伙伴之前去了厉老师的音乐节吗？还喜欢厉老师那次音乐节的表演吗？我当时时间非常紧，我从那个拍节目回来是回了上海，然后只有10个小时，我先染头发，然后就准备一下。哦，下一个吧。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。哦，这个如果有人关注我的 ins 都知道我当时卡了吗？我当时就是我们拍那个传奇节目，我第一场比赛我非常紧张，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拍那个节目，因为我们是不会认真打，我还因为就是我还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打，然后我看到别人的选手他们怎么打。就是我明白了啊，原来是真正拼实真力。正那么拼需要跟大家。然后我第一场比赛非常担心，所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态。但是我在青岛，我还记得有很多粉丝来现场，就是现场跟那个。以后我播的节目就是气氛不太一样，在现场我觉得特别特别，就是有特别的气氛，就是大家都很紧张。很紧张，然后就是可以看到本人就是特别不一样，感受到现场的氛围就是不一就样是的。羡慕所有来看我在青岛的，在青岛粉丝。开始凡尔赛了。那么，厉老师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三张照片背后的故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抽奖环节。那么，在我们刚才签名照之前呢，我们在最开始直播的时候也和大家讲了，我们在开始有一个叫利路修的许愿树的活动。那么稍后呢，我们就会给利老师来看一看，那么大家都会在许愿树里面许了什么愿望。不过在看之前呢，有一段话想跟利老师讲一下，就是感谢利老师和我们分享这些故事。我相信，在关注利老师这段时间里面，大家会觉得不知不觉呢就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，然后时间也过得非常快，有对。些感觉才像昨天发生的事情，感觉其实已经过了几个月、半年，甚至是一年了。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。对，就像我们的直播其实好像也快结束了，不过呢我们还没有结束，大家可千万别走啊。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要准备进到我们的利物收的许愿树环节，然后来看一看大家都可以。许了什么愿望。那么在看之前，李老师可以先和大家互动一下。然后这里呢是我们许愿树愿望，李老师可以看一下。等一下。我们有很多粉丝在这个话题里面互动，然后留下自己的愿望，你可以慢慢看一下，有非常多。不着急，慢慢看。好的。我要选几个。选一个可以实现就好了。有粉丝说想要什么18宫格自拍呀，然后那个帽子呀。等一会儿，我先都看一下吧。好，你可以先看一下。我们其实是计划送大家实现一个愿望，但是如果你看你有更多想实现的愿望，当然也没问题。今年想见丽丽，这个如果有活动应该可以见吧？等一下我再看一对，下。我们可以多看看几个，然后再决定我们去实现谁的愿望。哒哒哒。
光链条啊，光什么光测挑战？等会我那个肌肉还没到位。想看宝贝，学习中文。学中文，我就是看书，我不知道怎么给你们展示。李老师送我一部手机。太坦诚了。即使你现在有手机，你用微博应该有手机吧？可以留宿一起吃饭，关键，这个很难实现吧？想要留宿签名照，那应该可以的吧？这好的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截屏。个，我们的 ID 可以念一下。小时金。啊，掏音小效啊，音师匠。然效，音后效恭喜师匠。这个音效师匠 ID，我们获得一张易老师的签名，我们截图给大家看一下。ID 是音效师匠，那么这位小伙伴就获得我们厉老师的一张签名。你没有记住我们，没有。可以在48小时之内私信利路修营业工作室获得我们的奖品。还要看看其他愿望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愿望。看一下。其实大部分都想签名照。想丽丽微笑脸的签名，这是我自己画吗？应该可以的吧？可以是。又送签名吗？这么爽快。是微笑脸，画微笑脸的。那么恭喜这位。自拍，我自拍，等会儿发吧。ID 是 HIQI 数数的小伙伴获得利路秀的签名一张，然后想要是微笑脸，那我们就再补一个微笑脸。可以。那么还是规则一样，在48小时之内私信利路秀营业工作室获得我们的奖品。来，我们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微笑脸签名。擦擦。独一无二。这个需要打钱也行。那么恭喜这两位小伙伴呢，在我们的许愿树环节获得了我们的厉老师的愿望实现。那么没被选中的小伙伴也不要灰心，例如说许愿树一直都在，大家可以平时也可以参与他的许愿，那么厉老师也许就会看到，也许呢就会实现了。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们再一次祝厉老师生日快乐，天天快乐，也对，祝如果还有一直播些朋友们。特别的问题，我可以再回答一下吧。因为今天是比较随便的直播。对，现在开心为主。不过我们刚才好像还有3张签名照没有送出去哦，你要不要再想一个 ID，我们把这3个也抽出去。可以啊。那你想一个，我们做什么 ID，我们把这个签名照也一起送出去。等会儿先看一下还，好的，如果还有些问题可以好的，再没问一事，下我们吧。不着急，慢慢来，大家肯定也不急的。多多直播，我不太会直播，我的那个发言的能力不太好。唱歌，好像最近有个节目我会唱歌，所以期待一下。为什么很多人想我唱歌，但是没有人想我跳舞？这还有这么主动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好奇。
我的愿望让我送你一双鞋。其实我比较专一，如果我喜欢一件衣服，我就一直穿。丽丽，晚点下班，我不下班，我只是下播。多多音乐，那是必须的。拍个 vlog，其实我想拍，有可能会拍，就是我没有太多经验，我可以试一下。多吃饭，我要是多吃饭，我会胖。有去散步吗？肯定我每天去散步，教俄文课，我这个太难了吧？还会软发吗？我觉得我会，因为还有一些颜色我还没有尝试过，就是你总是不知道什么颜色会最适合你，所以要试一下。今天是我生日，那恭喜你！你今天多大？等一下，想听你说俄语，你想听我说什么？我大家的祝福都我看到了，不要担心。过年，会去哪里啊？我还不知道啊。有什么香水？有很多香水，但是你闻不到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喜欢 Code Geass，其实动漫我，最深的印象是，第一个是《死亡日记》，第二个是 Code Geass。多发，DDY，可以啊。不回家吗？哦，我现在真的没办法，因为疫情。然后我怕如果去那边，我回不去，所以没办法。但是我跟父母每天联系，所以也希望可以找地方跟他们见面。就是那种不要签证也不要隔离的地方。那我们松懈抽奖吧。还要抽吗？还要送个啊，我们再送午餐给好，那你看看我们怎么送。吧。大家写一下23，我们。截图。那大家把数字23打在评论里，然后我们稍后就来倒计时，然后来截屏抽取。我们是一次送掉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豪气的一次把3张一起送掉。大家把数字23打在评论里哦，数字23，大家快刷起来。不是好。2333，是23哟。23，我倒数。来，准备。5、4、3、2、1，截图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截图，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些幸运的小伙伴。第一个是丽丽喵，来自喵喵星这个 ID。第二个是大晚上做什么白日梦啊？第三个是 Mandy 杠七五，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利路秀的签名照一张。大家还是老规矩，在48小时以内私信利路修营业工作室，私信利路修营业工作室获得你的奖品哦。对，大家联系我们的工作室一定会送的。然后今天在微博的评论我都看到了，谢谢你们的点赞评论。然后我今天还看，很多人有同一个头像，我一开始还因为同一个人给我评论的，但是仔细看，发现名字不一样啊。
对，今天很多人换了头像，谢谢，我都看到了。所以今天应该差不多吧，这些签名照我们等会儿都会送的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快要结束了，然后我们再一起最后把利路修生日快乐这个祝福打在评论里，然后祝利老师28岁生日快乐。可以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，希望你们这一年万事如意，年年有余，身体健康。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 pose， 然后给大家讲个拜拜。好的，等一下。对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，希望这一年大家继续进步，继续学习有成绩，所以拜拜。